觉得你跳有点甜，大哭的样子特别好笑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知道这件事儿，我很气愤。那你知道自己专属那个 emoji 的组合吗？哦，这个吗？这个。有的时候你打不出这个，就只能用六。其实都可以，因为这个我一开始也经常做成这样子，就被他们笑。那很多妹妹都评价你又可爱又憨憨，你有感觉到大家对你特别的关爱？感觉到了，他们的眼神很慈祥。不是为了孩子高兴吗？那听说那个王者荣耀是最强王者，对，我是最强王者。我一般打 ADC 因为英雄后裔，只要你跟着我走，拿一个杀一个。那有带那个亲的妹妹们上分吗？现在还没有怎么跟他们一起玩过游戏，不知道他们厉不厉害。你们在里面那么长时间都不聊聊这个？你又想什么？谁知道他们说的真的假的？ You know？ 我也不知道你说现实，你说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是最强王者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登上去看了，我是白银，你最起码能打回去。那在节目里面戴假发很惊艳吗？有没有对长发真香啊？真香是？真香我不知道啊。这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我王子就饿死了，也不会告诉你真香是什么意思。就戴上去之后，发现就还挺好玩的，而且感觉自己被封印住了。但跳有点甜，一点都不害羞，对对对，他们就很少女。那粉丝福利就发这个吧，100万还没翻呢吧？看见我。突然凝固的表笑容瞬间没有了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我的粉丝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个福利。那如果咱们要是留长发的话，你觉得咱们亲里面的妹妹哪个人的发型咱特喜欢？哇，这个好，这个问题我要独创一个清纯的女高中生的那种，到这儿的就直直的东风大美女。要么就是我很性感的大波浪，然后再去美个黑。你是不是说你肢体不协调呀？嗯，来，姐姐要带一个给你治好。治好。反应力看，有红黄蓝绿四色的小旗子，主持人发出左手和右手的动作指令，林凡需要迅速准确的完成。如果你要弄错的话，我还要敲你的头呀。所以说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举旗机器。红不动，红不动，红不动力动。红动力不动。红动力不动。哪有黄色？哪有黄色？这儿啊！哈哈，绿动蓝不动，蓝没动啊，蓝色在你那儿了，没动啊。这游戏我感觉在这翻车了，拿到拿手里面完全破坏了我们游戏的规则。你手里面只能拿两个，我们带上最后一个好不好？好，越往下，越往下。反应慢？没有慢，只有特效。这是我的特效，红不动力动，红不动力动啊！这卡其实送给你，让你工作上没事带着你训练什么锻炼脑子的。但是我们这个，我感觉有被内涵到。唉，其实我们这个游戏真的是我们那个去看完，是真的锻炼那个自己的肢体，是吗？真的。这个拿回去。